参加活动的民众都可以免费拿到友谊里办公处制赠的两株桂花苗，大家都很开心。进入五月份，庆祝母亲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七堵区友谊里办公处特地结合七堵区卫生所共同举办我爱妈咪母亲节送桂花以及办理宣导禁烟亲子健走的活动，相当有意义。我们友谊里本身也有这个桂花树的植栽来分送给我们的里民，每一位里民来这里透过我们的券到那个三角公园那边回来的话，回来盖个章子，他们就会领取两棵的桂树、桂花树，还有我们的锅渣米蛋糕。当然有很多艺人们他们提供的康乃馨花给我们的里民。高兴能够来到友谊里的活动中心办理一个母亲节健走还有禁烟害的一个宣导，希望透过跟祖孙共荣，然后走在一个没有烟害的一个环境，然后促进那个里面的一个健康。对，包括七堵区长冯吉安、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前基隆市议会议长、现任市议员蔡旺莲以及市议员曾怡芳和市议员张耿辉特助等人，都一起亲自参加，和民众同乐，一起欢度健康快乐的母亲节。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